坐吧，找地方坐，可能要自己打饭。你要怎么打饭？在这打吗？我们这儿没有一个一次性餐具，自己带。哦，自己带。我去帮你们找找，他们这都是人手一个。啊、哦，蛋炒饭。如果只剩咱六个，咱能不能把这盆拿？给我筷子就行。就盆吃。上面的是大家的饭盒，对吗？是大家的。能不能外送一个？外送餐具吧。啊，买几个钢不锈钢。不锈钢。我的天哪，第一家。1.9千米，可以啊。第二家19.1千米。这个碗袋子是给我们的吗？没有。之前你那个去做的那个放物品那个盒，他们那个咱是跟家拿盒饭，他们这儿有吗？我不知道，咱应该没有吧。哎，这有6个盘子，你看。那、好尬呀，对不起，这在垮掉了。好消息，好消息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找到几个哇！来来来，谢谢老师，这大锅菜真好吃。喂，天哪！等会你们尝。哇！那个家里做的。哇！自己做的吗？天哪！拍照拍照，拍个照拍个照。这个我老婆比较喜欢做蛋糕，太厉害了，太强了，好可爱呀、啊，这太好看了，来拿这个，选这个，哇塞，哇，哇，哦呦，这个好可爱，来来来，给你照张相，我这个，你们一起嘛，行行，那那个黄工给我们照一张，可以，来来来，换一个换一个，你们这个，你们一块照，哎。我就吃就行了。你吃，来，吃，我这个在家吃过了，太幸福了。我都已经不知道该怎么下嘴了。好吃。对，做的太好看了。你们要拍吗？表情包又出炉了。你拍了呀？嗯。陈冠，他又拍了我一张丑照，保存。哇，这个地方好不错。哎，你刚才吓到我了，他吓我一跳。哎，我都没看见，刚才有只小猫咪，喵喵喵喵。哎哎，你去拿。这是什么？好可爱呀、啊！喵喵。这只猫特别乖，这只猫主动来蹭你。哇！它怎么还蹭人家屁股呀？真过分！它真的雨露均沾，你每个人蹭一下，让它看见我就跑。哇，它也太大胆了。我下辈子也要当这只猫。好，你在那儿，大家多开心。这是直立的，它专门来蹭我手，它能头这样蹭你。我也是。你看它蹭不蹭你？你看看。它不蹭我，它看见我。看看，嗨。它蹭的是只母的。我拿奖学金的第一个支出就是给我妈买了个鼻炎。你说是治那个，它本来说是就是可以让你睡眠得到改善的，结果。吸完之后，他两天没睡着。真的吗？对，他把我骂了一顿。哟，景德镇，我们是去这个景德镇是吗？你快，你问问你妈妈想挑什么，就说我们已经到陶溪川了。我们能自己做吗？现在有时间吗？我妈正好想要一个年轻手艺人做的。我年轻手艺人。哎，这个也可以啊，这也插个眼啊。这个就是我说这里插个眼，插个眼，这什么游戏黑话？插个眼，咱都玩过吧？玩了是吧？我们三个都玩过，不会你玩过吗？没有玩过，什么？王者之类的。王者玩过呀。那对啊，插个眼你听不懂啊？听不懂。我是击败了全国0.1%的安琪拉那种那种技术。哇，这还有一个中餐厅，插个眼。插个眼。你插个眼，可别插了，我眼不够了，快点水插。这个我不要，这个你不要拔掉。